日前，有了醒醒后就变成晒娃狂魔的章子怡被拍到和汪峰两人深夜泡会所，两人都身穿长服，但是看起来十分甜蜜。连连打着哈欠眯着眼睛的章子怡全靠汪峰牵着手细心带路，在途中两人还让司机帮忙买了两根冰棍吃。这种老夫老妻的样子，哪里看得出霸气影后和不羁摇滚歌手的模样呢？章子怡和汪峰的恋情虽然一开始很多人不看好，但是两人一直十分甜蜜，经常在微博上秀恩爱。有网友猜测，难道两个人又出去打麻将了？夫妻联手肯定所向披靡。